来看啊，这个题也是非常的阴险啊，同学们说 There are many 什么 playing on the playground， 字面意思是有很多啥东西玩耍在什么在操场上。好，首先咱们一看这很多 many 后面肯定跟的是可数名词的复数，它的对标是 much 跟的是不可数名词复数，咱们首先科普一下。那么这 child 它叫孩子，意思是一个孩子，孩子的单数 a， 我觉得你怎么也不会选，是不是？好， children 叫孩子们，在这儿呢就觉得差不多对了吧。好， C 选项叫 man teachers， 一看老师哟，男老师们，是不是？男老师们这好像感觉也行呀，请注意。男老师们和女老师们是老师加 S 的，男的也得给我变成复数。男的变复数是啥？留言区你告诉我啊。D 选项一看，呦呵，这是绵羊呀，绵羊加 S 了呀。咱们上题刚说过，绵羊这个词是非常畸形，它是单数复数同形的。所以说同学们，你说选啥？留言区咱们见。